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Casper 妈妈的 Channel。 今天我们会学习香港小学学习字词表学习单元学校生活第二集。我们会用模图认字这个方法去加强小朋友的认字能力。当我读完之后，小朋友都可以大声跟读一次。准备好没？我们一开始啦。课室，课室，教员室，教员室，图书馆，图书馆，礼堂，礼堂，操场，操场，级别。级别，班别，班别，组别，组别，科目，科目，电脑，电脑，多媒体，多媒体，视艺，视艺，家政，家政，语文，语文，数学，数学，常识，常识，音乐，音乐，体育，体育。小朋友做得非常好，非常努力哦。我们透过多看、多听、多读，很快你就会学到很多中文字的啦。我们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 Casper 妈妈的影片创作，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， 和请我喝杯咖啡啦。